播报10月29日是官方消息，来自特城老板雷泰斯里瓦塔普拉帕所乘坐的直升机坠落后，包括雷泰在内的5人不幸遇难。28日凌晨，来自特城主场1-1战平西汉姆联的比赛结束之后，莱斯特老板维开像往常一样乘坐直升机离开赛场。之后维开所乘坐的直升机在王权球场外坠落。2010年维开以不到4000万英镑的低价从曼达里奇手中买下了莱斯特城俱乐部，并获得了2015-16年的英超冠军。斯里瓦塔纳布拉帕 Vichais Rivadnapratha， 这是由泰国国王的赐姓，意味光荣见不值光。